以爱之名为他而战，我是陈灿儿，大家都管我叫小宋丹丹，因为我总能把大家逗得特别的开心。但是有一个人，我总觉得他一点都不开心。今天我来到跨时代战书，我要为他而战，赢取筑梦基金。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逗他开心，因为只有他开心，我才开心。哎呦，好可爱呀！哎，你好啊，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，叫什么名字，来自哪里呀？我叫陈灿儿，人家都管我叫小宋丹丹。我今儿个都10岁了，我呢属牛，来自内蒙古赤峰市。挺远的呀，您咋来的呀？我搭专机来的呀。专机来的呀？那我们可报不起这路费啊。没事儿，不用报啊，有小钱。你搭着专机来，那一落地一出机场，应该是挺招风的吧？那是啊，那么光亮我吸引的，那场面那相当的大了，那真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！小戏精一枚哈、啊。内蒙古赤峰到天津其实挺远的哈、啊，为什么要来呀？我是为妈妈而战。啊，为妈妈而战，赢取筑梦基金、哦，给妈妈买一个心脏监测器。哦。很懂事的孩子啊、哦，那你一出场为什么要模仿这个宋丹丹呢？因为宋丹丹老师，他可以让所有的观众都开心、嗯。那我要是模仿宋丹丹老师，我觉得或许能让妈妈开心。妈妈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吗？东哥，你开过刀吗？我没开过。那你摸摸我这块看看有啥吧。耳朵呀。这块。哎呦，这怎么鼓出来了？这块是我小时候动过手术的地方，分别有两个不同的小图案，啊、一个 U 型的，一个 S 型的。多大的图案呢？那个字母？这么大。这么大？啊，或差不多，但是我也不太确定。灿儿，你能告诉我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吗？为什么要开刀啊？因为我小时候吧，就这块得过病，特别疼，有时候疼的我都想撞墙。然后就去医院、然后医院那个大夫说必须得开刀，然后就开刀。要不然不开刀特别疼。特别疼哈、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具体也不知道哈、现在治好了，但是还得动一次大手术。妈妈担心我，怕我不等那会儿又犯病，我头疼，妈妈就特别担心我不开心。